太陽がすっかり海に沈んだ。これで本当に台湾島が見え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君はまだあそこに立っているのかい？みんなが寝ている甲板で低く何度も繰り返す。捨てたのではなく、泣く泣く手放したんだと。啊，这要退回啦！明仔伊转去交柜台。私阿甘のところでね、宛先の住所が見つからない日本の郵便物を見たの。私と同じとも怒っていうの。あれは今まで見たことないほど誠実で美しい思いよ。那些信件非常重要，你一定要交到那个女孩手里。海生好，请问一下，你刚才海角笑在哪位？阿刚のこと好きになっちゃったみたい。留下来。很多都跟我讲说，你不必要这样子拍啊，你不必要搭一个舞台，一百多万，然后找了快1000个临时演员在那边拍4天这样，你也不用把那个钱把那个有也好没有也好，我有，本很粗哦，蛮多的场面，还有一些场景是比较难在一般拍摄电影或者是电视或者是什么样的机会可以遇到。这个其实是我个人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很多钱，也许花了500-600万，也许花了700多万，也许花了好几百万，在做一个让你只有感动10秒钟，甚至30秒钟的东西而已。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很重要，就是一般人都会认为说没有必要，故事一样，没有那个东西故事一样好看，没有那个东西故事一样讲得通。可是真的不是那个样子，真的不是那个样子。电影的感动就是在一瞬间，那一瞬间也许只有1-2秒，那1-2秒你可以感动一个人，这个画面就会存在一个人的心里面10年20年。等到有一天，10年后20年后，人家会想起有一部电影叫做《海角七号》，那里面有一个画面，那里面有一场戏，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那这个不是最值得的吗？这年头真的你要有想法，但是要有作为，真的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大环境之下。我不希望拍出一部片子到放映的时候人家说啊，这个哪里不好，哪里怎么样，哪里少了什么，然后我有借口说啊，要不是因为钱不够啊，就怎么样。我不希望我的第一部片子是让我有一堆借口的，我希望我这部片拍出来是你说它不好，那就是我不好，我没有借口。其实剧本厚厚一叠，然后我没有想说我可以一次看完，但是我在翻前面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就把整个都看完了。好看啊，好看啊，带着一点点愤怒跟不甘心这样去勉强自己去把它完成，就是没有妥协，一关一关去完成它这样。人还是要带着愤怒做事情，要不然你会很容易妥协。我相信《海角七号》它是结合了我们所有人的用心跟努力，
欢笑跟汗水累积出来的一部电影。你看这个海角七号的演员的卡司的时候，他们都是第一次，第一次就是最珍贵，其实第一次的画面就是最真实的。而且我相信说，不管大家有没有看电影的习惯，至少进来电影院或者说能够看到这部电影，用任何方式看到这部电影，一定可以在这个片中哦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的点。他真的有点开启了我那个意识，就是点燃了那个原来拍电影是这么棒的一件事。歌とは違うなと思ってですね、非常に俳優さんとか女優さんのことをですね、改めて尊敬しましたね。对生命有另外一种的期待。私にとっても、智子にとっても、本当に忘れ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この粉塵の思い出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すごく楽しかったです。所以我有时候常常会抱怨说，哎，我们这部电影还真是倒霉啊，遇到台风啊，遇到什么啊，资金调度啊，或什么。可是想一想，我们的幸运很多哎，就是那种很多意外的幸运，真的比意外的不好的事情还多很多很多。真的很感谢大家，每天都好好照顾从日本来的这个女生，真的谢谢。这部片，我保证你看完之后，什么都是满的，满满的，满满的。画面满满的，声音满满的，音乐满满的，你会满满的心情走出来。在哪？七封六十年前情书上的地址，六十年后的邮差阿嘎怎么找都找不到。Action！ 故事的背景是六十年前的那个日据时期，一对师生恋，一封找不到地址的信，横村郡海角七号。江姐，你刚才海角七号几号？这是日据时期的地址。炸了，隔一天那个礼部人后悔跳梁引发。故事最后，邮差阿嘎总算把信送给信中人。真实地址海角七号原来是在满洲乡的中山路54号郭家古厝。巧的是，古厝女主人也是受日本教育的老太太。我读日本册，读山，读空气，我读朝山，朝山。君はまだあそこに立っているのかい？海角七号情书里的文字饱含思念和不能再见面的愧疚与遗憾，实在太动人，也让偏远的横村满洲乡现在因为国片海角七号热卖，这个信中人游子住的地方成了最热门的观光新景点。等了60年才送到手里的七封信，成了横村最美的新传奇。记者潘杰陈传庭邱显雄屏东报道。一对恋人然后相隔那么遥远，然后就没有办法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种部分在这个片子里面就是铺陈，让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附和这种感觉。对，哭有啊，哭啦。啊，每个角色的刻画都还蛮生动的，感觉像他在剧本下很多功夫。我就是喜欢他拍日剧他们坐船回去的那一段，然后因为他搭配很多日本情书的那些旁白，有点心酸的感觉，就是说啊，那件心是在他病逝后他女儿才寄出来。这是茂博啊，就很想要演啊，他预谋很久，一直想要表演，真的觉得好笑。主角啊，翻译成就是觉得我之前看他就感觉是文弱书生一样，然后现在变得有点粗犷那种海滩风，我觉得还蛮炫的。不希望拍出一部片子到放映的时候人家说啊，这个哪里不好，哪里怎么样，哪里少了什么，然后我有借口说啊，要不是因为钱不够啊，就怎么？我不希望我的第一部片子是让我有一堆借口的。我希望我这部片拍出来是，你说它不好，那就是我不好，我没有借口。